没有人过生日可以过一个月的。有哎，现在有想要离婚吗？有呢，有。大家真的都很累了。你不要再碎念了，好不好？对，过不去这个坎，你知道吗？捶墙壁这样子哦，我还说，哎，不要整整整整哦，他就把我当空气，不然一周冷战了、啊。我不知道他离开台湾了。婚前呢，他就是一个大暖男哦。对，目前为止还是。你不要讲话。你一讲话我就来气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婚前呢。他就对我就是这样，像公主般啊，什么哈，他都说好都好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个性又很阿莎里，跟我的姐妹出去，他都是抢着付账那一种。对，然后呢，做什么事情呢，就是都不会想那么多，然后一切很像天塌下来就他顶就好了。对，然后呢，每天我就笑求他那个同那个他那个小麦色的同底，就讲哎。那个又幽默又洒脱又潇洒、又爱讲笑话，讲、真的，我以前就像他那个小迷妹，他就在讲笑话的时候，我就还会抄下，把他抄起来，因为就觉得他每次讲都觉得好好笑，好好笑这样。但是，一婚后的时候呢，暖男就变大叔了哦。哎、讲的笑话哦都没有更新，都更完啊。久久就觉得。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好笑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？要更新，然后呢，他开始哦，我觉得女生碎碎念很正常。他这种阳光男孩又是很 man 的运动球员，碎碎念真的很不像他的人设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开始做任何事情他都会计较，然后呢，他有那个被害妄想症，对，然后呢，爱碎念又爱记仇，对。架杠的天蝎座啊，真的会记仇，对，就是爱恨分明，然后他就会，哎，他小本本可能比我大本，可能哦，而且超好记仇，十几年都要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就觉得说，你好碎念哦，哇，像有一次在我们要跟平台直播的平台要开会，然后那天稍微动作就慢了一点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跟你讲，厂商他们就是。分秒必争，没有人在管我们的。然后你不要迟到，然后你选衣服，然后你又有什么选择障碍，然后你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就跟你讲，你早一点起来嘛。我说你有叫我吗？你也没有叫我。他起来就是自己做这些事，然后都这样，他也不会叫你哦，他就看他的电视这样。然后是我，可能是我闹钟，还是觉得哎，睡到有点被发凉了，很像觉得真的要起来了。我反驳一下，不是，我都觉得他是不是长得？那还有一点是为什么？是不是更年期要到了？我没有更年期，谁更年期？对不对？他就是对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哦，开始啪。我想说，你有事吗？我觉得秀琴应该要去团体生活或部队里面去。你干嘛、我干嘛、我塑造一下改变一下、比较会有时间的观念。对啦， 我为什么这样讲，因为其实我两个小时前我起来，我看到我老婆怎么还在躺在沙发上面滑手机。一般来讲应该是女生比我们早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，对，那你可能开始要开始准备了，还没有，那我就说，我就他刚才不是讲说我都弄好了，然后在那边没有叫他，我在你面前晃来晃去，从裸体穿衣服穿到好，你都没有反应吗？我以为你要对我怎样？谁要对你怎样？出门了要，喂，我们要去工作，有事情了，想做想做，一直在等你啦，而且我还怀疑。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奇怪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？他只是在等我讲说一句话，说你赶快起来，然后赶快。我说不要这样了，我已经讲了十几年了，总讲了我也累了。开始咯，开始咯。什么？我都不敢讲了啦，我开始说，我想十几年那么累，我说你能不能有一点自动自发的感觉？哦，可以啦。那这样秀琴姐改得了吗？如果这种时间观念上了，所以一起啦，我觉得她应该是。你也太夸张了，那什么女孩恋拾荒女？拾荒女怎么会有这种好人呢？又笨手，因为我是一个家里吼，我东西不用多没关系，那我只要整齐摆好。井然有序这样子，哎，怎么还有照片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有照片，哇！哎，你真的很像在拾荒捡回来的。我跟这个是我已经帮他处理掉了一些了。可能我天秤座的个性，我就会
这个很像也可以，因为我的衣服不会坏掉，也不会怎么样，但上节目都是穿一两次而已，你真丢掉很可惜呀。不是你旧的去，新的才会进来。他有一次去寄鞋哦，捐给什么的，所以全部都被退回来，因为我的鞋子都这么高，谁要拐？对啊，我的鞋子都是平均这么高的，不是，而且你真的不要动我的东西。你不要动，反而我有真的，我有我的顺序。他有一次哈，哎呦，真的是心血来潮，他可能真的看不下去，变成他开始慢慢折折折折折折，我找不到我衣服哎、欸，全部都整个把我的一个，我有一个 SOP 全部都乱掉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呢，又加上这样子，我就找不到了。对啊，时间呢，我又时间又更拉长、欸。有时候乱归乱哦，他知道这个洞伸进去抓出来会是什么背景？没错，这边进去是短裤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。可以姐，你现在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平常我们是不会去规范对方说哦、你不能去哪里，不能去哪里，只要讲清楚。就好了、对。可是他那一天哦，哦哟，完全哦，打电话也没有接，跟 Michael 一样啊，也是没电了，很容易没电，对。哎、欸，你们手机是用哪一个牌子的？怎么那么容易没电？我也有掉过花圃过。可是这个气，这个结哦，就扎在我这心里面这样子，然后我心里想说，你为什么隔天都还在装傻？你不问他也不会跟你主动讲说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昨天真的喝多了，我真的哈，我也不知道在没有没有，就有一天我就在去洗头，滑手机就滑到我朋友的朋友，点一点，殊不知我老公竟然在人家的 IG 里面的照片哦，他那个照片，哎呦，不要说什么，他刚刚还讲 Michael 不是讲说有辣妹在他身上跳舞，他讲什么？修菜，他是小姐在他身上修菜，你本人被修菜了，他整个被修菜，你知道吗？难怪你这么熟。我有时候我真的会很生气，我先跟他讲完，我很生气。他的朋友是说，你看你的朋友把你带去，然后旁边有一些妹妹，有一些什么把你偷拍，你都不知道。我说这种感觉，真的被PO上去，这能看吗？周刊如果一写这样，然后志远，然后去什么深色场所，怎样怎样，我真的超生气。他怎么讲？没有就跳舞嘛。对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志远，然后你的屁股很性感。”我说：“怎样？性感就要跳舞是不是？是不是修太完了就被带走，就被包场包出去了这样子？”对，然后我整个就是啊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说那个修菜，其实说实在，那是很多朋友，那其他人都很多是喜欢棒球的。哇，这样子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有些就是女粉丝嘛，就是重回当年那种很像明星的感觉。哇，大家尖叫这样子，对、啊，哇，很嗨，这样大家就在跳舞，然后我就开始。那当然因为他很喜欢那个以前打球那种感觉，然后人家会说啊，我以前都在看你的打球啊、哦，我都会崇拜，对，崇拜的感觉。因为在家里，最后重点是什么？最后重点我还是回家了，请你原谅我，勾原谅好不好？他前面真的，我去一两次真的都很无聊，都讲一些以前打球什么什么，真的。哦、后面我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没错。哦，那怎么会原谅呢？绝对原谅，要不要原谅？不原谅，不原谅，不原谅。都这么久了，遇到现在，我看到他刚那个跳舞，又想到那个样子，而且那个女生很漂亮。重点，我都没，重点是很漂亮。我都没印象，我都没有印象。你少在那边啊，是不是小姐都长一样，你也都没有印象？没有，怎么样都没有你漂亮，好恨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赶快换你了，换我，换老公，老公来，整整一个月都在过生日。秀琴其实很有，不管是很有人缘，异性缘也好，然后女生朋友也很多，那我就觉得哎不错，那你去过你的生日 OK？ 那之前她过的时候，哎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，哇，人缘有够好了。怎么有人过生日可以过一个月的？有哎、欸，有啊，我们还有过到下个月的那个满月，满会不会过到下次生日？哎、欸，他在四十岁以前都是这样子哦，甚至是他过生日是不在台湾的，然后我不知道他在台湾，我不知道他离开台湾的，真的、啊？去日本？他去日本？你怎么去日本？你去日本干嘛？我跟那个什么某某姐妹，本来是跟他骗他说是离岛而已，去兰屿就直接变那个东南亚国家。日本也有，然后东南亚国家也有。到了前几年还是这样子，就有一年我真的火大，所以我就把那个门的那个什么密码锁换掉，不让他回家，不让他回家。然后我把行李放在门口，
对，就叫我赶地扫地出门。那我就说你就在外面，然后他按打电话给我，我不接，按门铃我也不要那个，我就不出门了。我已经 stand by 好，我准备了一个礼拜的餐在家里吃了，我就不让你吃。他是一个月后才回来，当然好，不会太久没东西吃。我这是作为孽是不是？我自己放纵他了，对，没有他其实也很大，他一直打电话，因为他一定要回家嘛，他总不能一直在朋友家，你怎么没有回家？怎么在朋友家里，或睡觉或者洗澡这样子？他打电话打到第五天，我说实在的，我再把电话接起来，我说生日可以过，不要这样过，我前面这样十几年我都让你这样过，现在开始以我为中心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改变一下。他说好。然后我再把那个门打开，打开来之后，我们再好好聊。他在意的点是什么？你知道，有一些场合是没有让他去的。因为他在那边就很像板着，很像就是他就是大哥铜像，很庄严、啊。对，庄严，然后喝酒都要人家来敬他这样子。哎呦，人家就会，人家就会不好意思。对，然后就我的姐妹有几次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下次不要带你老公玩，带你老公来。”因为哈，我们他说我们这样哈都不知道到底他开心还是不开心，到底要不要跟他玩？只要在你旁边我就开心。哎呀，节目我跟你讲，他讲话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口是心非。你看他前面都说啊，我都不计较，没关系，你去啊。你看现在还把这种事情讲出来，过生日而已。有啦，他原谅你了，原谅你了，原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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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Love you。来哦。在餐厅大吵，让我吃很饱，吃到现在这么饱，吃很饱为什么要生气？就是那一天呢，我们直播比较晚，我说哎，我们去吃个宵夜好了，这样，因为我很喜欢点东西，但是我又吃不太多，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每样都要吃到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要吃完没有关系，可是呢，他就说李秀姐，你到底在点什么啊？白菜卤啊，卤那个什么豆腐啊，还有笋丝啊、嗯，还有豆干、海带，这不是都是你的、啊、地瓜叶？我们一直来呢，这不是都是你喜欢的吗？一直来啊，鲨鱼腌什么？鲨鱼豆腐卤也一直来。感觉这些都应该点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老板就看到，哎，可能又看到是我们，又傻逼死，对，又招待，然后他把那个人家招待的都算在我头上，这样子。大家真的都很累了，你不要再碎念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他就一直说，不是啊，像老人家你点了豆干，为什么还要点豆腐呢？哎呀，那这就同一类的嘛。对呀，那我们两个人喝一碗汤就好了。那这样怎么这样？这都是钱呢。我真的气到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你闭嘴。我等一下真的会把它吃光，全部吃下去。我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饱到现在，你看，饱到这样多肉七批这样子，像多肉植物这样子，哈，鲜嫩多汁饱满。我看你是没办法哈，没办法原谅的感觉，饱一饱就吃太饱，害你身材回不来。没错，你从那一天饱到现在。那换志远哥哦，那个最后一点，你还有没有了吧？我的茶叶，我的茶叶不见了，因为吵架嘛。对，然后起争执，他就不舒服不爽，然后就把我的那个茶叶动了一只手脚。那我其实有些茶叶是非常有收藏的、啊、冠军的、啊、冠军茶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哪里懂那些？比如说从大陆来什么昆露山茶，就是皇帝茶就对了那种。哦，然后有越南的什么样的茶，然后那种茶就是等于是说小偷去偷的那种茶，很少很少。哎，然后就是只有皇帝才可以喝。啊，丢掉吗？丢掉啊！怎么那么准啊？专业，我真的很想揍他，你知道吗？当下有想要离婚吗？啊、我当下我有呢，有。对啊，对啊，不行啊！不是，我要反驳。那一天我刚好，我也不知道怎样，突然想要整理家里。刚好在跟他吵架之后，对，突然想要整理家里，就是、就这个有打开过的，应该又那么久没有喝了，他应该忘了吧。嗯，真的其实蛮多的，有那个圆，蛮多的普洱茶，好像是这个圆状的，圆饼、圆圆饼的吗？对对对，圆饼茶 ，Oh my God， 看起来真的很老旧，中国买的吧？看起来真的很老旧，从中国回来，对，我很多茶都从中国来的。它那个很老旧，看起来真的就是，然后这样闻的时候又很难闻，超扑鼻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想说，好喝啊，这个坏掉了，丢掉；这打开了，丢掉。反正就丢得很开心这样。然后突然，因为他曾经就已经有警告过我。这一区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这样子。那你还动？不是，
我没有全部动啊，我就动一个局部而已。什么局部？我桌上那个你都动了，然后拿我下面那个起来放。我还很聪明哦，我说哎，这个罐子是空的，还把那个旧的还是新的就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子移花接木的感觉。真的，真的。我想说，而且我又是金鱼脑，你知道很容易忘记我又做了什么事这样。你讲真的，是不是把我的茶叶丢了？印象中是不是那个橘色的，还有一个蓝色的，还有一个红色的，还有一个红色。我想，你刚刚讲什么？困渡什么？困渡山的困渡哎哦，什么困渡？困渡山。哦，困渡山，我谁知道那个是什么啦？皇帝茶。对，然后就说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都是很贵重、很稀有，那个都是收藏等级的。还有红色那个也是欧洲去比赛冠军茶回来的，台湾品质送去的。他讲那个，我就整个就空气当下真的是凝结这样。天哪！我就想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真的就丢掉了啊！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跟他道歉哦，我说真的，我下次不会这样。他说你少来。你故意的，我根本为了一个小小事情，你要这样子，好，每次都是你，我都让你，这一次我真的是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火了，他真的，他那一天真的就没有，他过不去这个坎，你知道吗？应该很难过了，对，那个人他过不去这个坎哦，然后捶墙壁这样子哦，我还说不要真的，我说不能，这个是租的房子，然后他又换别的地方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他整整哦，他就把我当空气。不知道一周多，天蝎座又很喜欢冷战，我没有办法冷战，我是那种有什么就要讲什么，他这样子以后吃东西差不多，又开始多肉 CP 又出来了。对，我就说，我真的是很抱歉，我真的，我下次不会再送你东西，我真的不会。那最后我想一想，算了啦。对嘛，困度也困度也哦，困度度哎，想一想老婆也重要。还有为了我改变的，就是那个生日没有过一个月了嘛？对呀、啊，你就以后不要泡茶，泡它就好。对呀、啊嗯。好吧，那我就原谅你好了啦。那个茶什么，老婆才重要啦。你不要找茶，你不要找茶了啦。